正午时分，笼罩在河南省确山县境内的大雾伴随着隆隆的炮声逐渐散去。两天来，济南军区某集团军猛虎师和铁军师在这里展开的特别演习任务已经进行到了关键阶段。而此刻，猛虎师的一名班长王俊清突然感到身体异常难受。肯定不能这样吧，每个人都不想比他们差，所以说当时这个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一直想呕吐，所以说自己当时啊这个头都要炸到了的感觉。这种异样感觉让王俊清紧张万分，他很清楚自己所在的班作为猛虎师的一把尖刀，担负着猛虎师在这次演习中的关键任务，一旦作为班长的他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王俊清正在参加的是济南军区某集团军组织的两个师规模的决胜确山2011实兵对抗演练。与以往红军与蓝军一决高下的演习不同，这次演习首次设置红红对抗。我们猛虎师和铁军师进行轰轰对抗，我理解呢就是属于同台打擂，我们站在同一个场地上，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铁军师，一个是战功卓著的猛虎师，他们要用两天时间，在场地和弹药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分别与蓝军对抗，然后按照各自在同蓝军对抗中的得分高低来决出胜负。王俊清知道，在演练的第一天，铁军师在大雨中路过一个长度为362米、宽度仅为5米的民用浮桥时，在导演部加强了对浮桥的电磁干扰和火力袭击的情况下，铁军师依靠武装直升机的掩护，用了短短20分钟的时间，使得120台车辆和重型装备顺利通过浮桥。而猛虎师通过浮桥的时间却不是很理想，因此在第一天的演练中，猛虎师的成绩落后于铁军师。猛虎师全体官兵则憋足了劲儿，要在这最后一天的比拼中做到最好，否则猛虎师必败无疑。这就要求猛虎师的每名战士都不能有半点松懈，可是尖刀班班长王俊清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感到身体仿佛进入了冰窖般难受。他意识到自己此刻身体状况很有可能与演习地域的天气有很大关系。这场实兵对抗演练在河南省确山县境内完成。确山县位于河南省南部淮河北岸，东眺黄淮平原，历史上被誉为中原之腹地、御鄂之咽喉，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然而现在时至冬季，加上王俊清所在团的集结地域被设置在密林深处，昼夜温差达20摄氏度。冒雨进入集结地域，并且每天的天气变化都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个演习地域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在我们宿营的第一天晚上，因为我们下了雨，所以说帐篷里面进了水，这个被子、褥子什么都湿掉。全班注意，一一纵火集团，穿后三角队形，搜索前线。作为一名即将退伍的老兵，王俊清深知，这场演习将是自己5年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段记忆。为了不留下遗憾，也为了自己所在的尖刀班能在这次演习中赢得荣誉，接到演习命令，王俊清白天带领着战士刻苦训练，晚上还要琢磨各种计划方案。连日的劳累加上到达集结地域前一晚的大雨，使得本来强健的身体出现了高烧症状。
此时，王俊清带领的尖刀班正在等待直升机来临，然后将要乘坐直升机到达指定阵地进行实弹射击。而这项任务也是整场演习最后一个环节，在前面已经进行完的科目比试中，铁军师仍然略胜猛虎师。这次任务能否顺利高质量的完成，将是猛虎师能否反败为胜的关键一战。眼看着直升机就要来临，而王俊清却感觉身体越来越冷。王俊清十分清楚，此刻把自己的身体情况向上级汇报，等待接受诊治或者临时换人都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这次演习和以往就非常的不同。你比如说这一次演习，我们作为一名步兵来说，要坐直升机，而且这次演习我们会进行到实弹的这个实打任务，所以说这次演习啊，自己的压力非常的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一天一夜的摩托化机动，为圆满完成此任务，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干好本次工作。同志们，有没有信心？三分钟后，随着直升机巨大的轰鸣声，来接王俊清所在尖刀班的直升机呼啸而来。王俊清带着战士火速登机，但此时团里又根据导演部的导条文书，临时向王俊清下达了一项特殊任务。这个临时接到一项任务，就是团里要求我们坐直升机抛洒传单的任务。王俊清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感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撑不下去，但面对团里又新增的抛洒传单的任务，王俊清不由分说坚持着与机组人员进行协调。然而与机组人员的协商结果却让王俊清大吃一惊。他们已经由于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那个飞机那个螺旋桨，一旋起来刮的风非常的大，你这个如果一飞要撒传单，这个那个纸啊，因为螺旋桨一旋，可能很容易旋到这个螺旋桨上，这个造成安全事故。由于从机舱抛洒出的传单极有可能卷入到螺旋桨内，从而造成飞机坠毁危险，机组人员拒绝了王俊清抛洒传单的请求。面对机组人员的拒绝，王俊清只能向上级汇报，随即抛洒传单任务被取消。一项临时任务让王俊清处在高烧状态下的身体更是忽冷忽热，他不知道接下来自己即将面临怎样的场景。为了防止蓝军发现直升机并对其实施精确打击，直升机要在飞行过程中不断变换飞行姿势，以此保持隐蔽。然而直升机一会儿悬停，一会儿急飞，一会儿倾斜，使得本就身体不适的王俊清忍不住一直想呕吐。说自己因为要和那个工作人员交谈，一直在那站着，又加上这次演习啊，人家那个飞机也玩了一些特技，也进行了一些什么训练之类的话，那飞机飞得不是那么平稳，一会倾斜，一会悬停。经过连日奔波，战士们已经疲惫不堪，乘坐直升机时除了晕机外，很可能还有其他情况出现。而下飞机后，战士们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实弹射击，整个任务要求大家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任何喘息调整的时间。这时王俊清浑身就像有万千只蚂蚁乱咬一般疼痛难忍，但为了完成接下来的任务，王俊清始终不曾有一丝一毫放弃的念头。为了不影响到战士们的作战积极性，王俊清偷偷地把呕吐物忍了回去，他无论如何都要带领大家尽全力完成好每个动作。
因为在王俊卿心里，除了不能为自己军旅生涯留下遗憾之外，还深藏着一个对于全师官兵来说都心照不宣的秘密。正面宽8公里，纵深约30公里，纵向的道路。原来猛虎师的师长龚茂栋曾经在铁军师师长周有亚麾下做过3年的师参谋长。龚茂栋和周有亚还一起配合默契地在2009年的雀山演习中取得了胜利。而今当年并肩作战的兄弟却要为各自部队的荣誉一决高下。这里是黄河镇。我在铁军师任参谋长将近3年，现在这班的成员我都共事过，尤其是周师长刘政委，那是我的师长政委。因为当然我们彼此两个都非常熟悉了，是吧？在组织战斗过程当中，在谋略方面，这就是在部队嘛，就是摆兵布阵，是吧？怎么样，这个摆兵布阵这方面双方都有一些共同之处。由于龚茂栋和周有亚对于彼此用兵的策略非常熟悉，所以这次演习不仅是一场力量比拼，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终极之战。此时为了猛虎师的荣誉，每名战士所完成任务的质量则成了决定两个师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师来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铁军部队，前身呢野挺独立团，一直是非常能征善战的。我们有一句话叫胸膛的猛虎师部队，胸膛的永远有激情，特别是完成任务的时候。在猛虎师里，无论指挥员还是战士，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能激发他们昂扬的斗志，这也是王俊卿身上所具备的品质。然而当王俊卿带领着尖刀班的战士从直升机上下来时，眼前看到的场景再次让大家心头一震。王俊卿所在的尖刀班是步兵射击的第2梯队，他们要配合第1梯队把对面山坡上的所有靶子全部打倒。而此刻对面山坡上除了一个目标靶没有倒下外，其他的靶子全部被潜伏在此地的第1梯队打掉。凭直觉，王俊卿感到这个仍然直立的目标靶有些不同寻常。因为那个靶子也非常的远，离我们那个射击地域到那个靶子距离，那个距离是比较远的，是200多米。这个平时我们训练一般情况都在这200米以内，这超出了我们平时训练射击的这个距离。眼前这个唯一没有倒下的目标靶与王俊卿的距离已经超出了200米，而王俊卿他们平时射击训练时的距离都设定在200米以内，这也许是第1梯队没能把这个靶子打掉的原因。如果王俊卿带领的尖刀班再不打掉这个靶子，就等于此次任务失败。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对抗，所以说的要求都非常的高，这个比分呢都非常的严，可能你实力都相当差不多。这个如果说也因为一个靶子没打掉的话，这是要扣分的。王俊卿是团里出了名的神枪手，在前不久团里举行的射击比武中，他还拿到了第1名的好成绩。因此打下这个目标靶的决胜一枪很显然就落在了王俊卿身上。这个本来自己很有信心能给他打掉，但自己当时又是发烧又是晕机，加上当时的心情，所以说自己当时这个头都要炸到了的感觉。然而
由于高烧，王俊清感觉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去进行瞄准射击。迫不得已，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所以当时我想到啊，先让战士们打，自己在旁边调整，等战士打完了，自己如果调整好了，很有可能打掉。在王俊清指挥下，战士们相继瞄准目标靶子开始射击。然而当王俊清清晰地听到第三声枪响的时候，目标靶却依然没有倒下。打一呀，从头练开始射击啊，不听口令不要打。身边的战士已经打到第三枪了，而目标靶仍未被击中，时间已经不允许王俊清再调整自己的状态了。所以我都进行了深呼吸，我数着深呼吸的12下，然后心态深呼吸之后，这个心态有所平静，但是自己的脑子这个头脑里不是很清醒，因为发烧晕机的现象，所以说我就从挎包里随时掏了一瓶矿泉水，这个漱了漱口，这个把这个水倒到手里，拍了拍额头，这个来清醒一下自己。此刻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如果在此之内目标靶子再不倒下，那么猛虎师很有可能在这次对抗中彻底失败。此刻王俊清果断扣动了扳机，然而意外再次出现。我个人认为这个打上了第一枪，但是说看见靶子还没倒下。王俊清忐忑不安，难道最后这个靶子真是自己的克星吗？他紧接着打出了第二枪。所以我接续打了第二枪，当我准备打第三枪的时候，这个连长在旁边说，目标打上啊。就在此时冲锋号响起，王俊清接下来还必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指挥全班战士攻上对面山头。然而因为高烧，再加上在飞机上对战士动员，王俊清的嗓子疼痛到已经很难再说出话了，他只能依靠动作和哨声来指挥战士们完成接下的任务。当时说自己一吹哨或者一做某个手势，这个班里的战士啊还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这都是平时训练积累下来的嘛。但是我想啊，自己这个今年这个所带的兵还有自己所付出的，这个没有白付出。王俊清所带领的尖刀班由于表现出色，受到了师长的高度评价，由此王俊清也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们团里面的800多名这个面临服务的战士都是这样，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决胜雀山2011军事演习圆满收官，最终猛虎师和铁军师最后的战绩是平分秋色，打成平手。济南军区某集团军这次组织的实兵对抗演习，通过设置复杂战场环境，随机导调各种情况，比快速反应、精确指挥、作战效能，全面锻炼和检验了部队战斗力。通过相互的切换不断，我们可以达到共同提高、共同进步这么一个目标，为我们将来飞行任务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种这个近似于实战的这个战场上面呢，摔打后锻炼到首长机关，摔打锻炼到部队，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大的提高。雀山，
这个中原之腹地、御恶之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中国军人在这儿上演了一段段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战场故事。有着优良传统的人民解放军，曾经在这里挥洒的血汗，证明着我们的军人有能力，也有决心，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一次例行检查，查获大宗毒品，想要顺藤摸瓜，线索却突然中断，守株待兔，嫌疑人时隐时现，案局迷乱，背后毒枭性别难辨，一个瘦弱男子，一个黑衣女人，引导武警官兵破解迷中谜，制擒大毒贩。军事纪实近期播出《神秘黑衣女》。